人家想要三连嘛，现在就想要。我们两个来玩，你画我猜嘛，好吗？两个字，吃的。法棍，不是，巧克力棒，这里还有一个锅，歘，一丢下去，油条，对，你这画的是油条，这不是油条吗？好像你的脑壳在这电脑面前杵着，哎呀，我画的都是走的。你在画你妈呢？两个字，牛头。两个字，然后生活用品。哦，镜子。对。你画的这些是叉叉窝是什么啊？就是桌子上摆的一些东西啊。摆的什么啊？你看，这个是口红。这个是口红。这个不是口红吗？什么是口红？下面是方的，上面是圆的吗？这个是口红，该我了哈。好了，几个字？两个字。头发、筷子、牙签、眉毛，不是，有点接近了。眉笔，对，像吧？我有我的 idea 了，兄弟们，三个字。长方形。舒服嘞，是吧？铅笔刀，对，削笔刀。哼，我觉得你有点厉害的。主要什么他妈的棺材盒？你家棺材闪星光吗？雪糕，铁桶。这里有个很长的线。然后这里插座，不是，这里是台灯，不是，鼠标，不是，风筝，不是，三个字，垃圾桶，不是，充电宝，不是，这根线连到哪里去了吗？这根线连的这里有一个盒子，路由器，不是，机顶盒，不是，三个字，这么难猜吗？麦克风，对。这他妈是麦克风，我是看着画的，哪里像啊？不像吗？屁，一毛一样，居然还有人夸你一毛一样。宝宝，三个字，三个字啊？你画完啦？我现在是在加一些细节。买菜篮，这么明显，拜托。苹果树，就是一个菜篮，有个法棍，法棍上面吊着一个苹果。这他妈合不合乎常理嘛？我可不可以看一眼弹幕？仙人掌，哦，是仙人掌啊，不像啊。你看他们都猜出来了。挖掘机啊。你看嘛，他人就坐在这里，然后他这是那个手臂，然后这里是挖掘的，这里有个坑，然后这是他的那个车。你的画工和我也差不多嘛。放你的屁！不瞒大家说，我是画国画的。我没看出来。我国画得了挺多奖的。我一打开就看到了这个莲儿词，我也不知道要怎么画，但是我尽量嘛。莲儿。青春豆，华夫饼，两个字，旺旺雪饼，雪饼，没有旺旺，曲奇，月球，对，真的是啊，你看月球，我他妈都能让他们猜到，我的画工真的太牛批了，月球啊，那不像吗？哎，不是，你们打什么问号？画一个吃的吧，这是一个盘子，月球。不是，两个字。有你画的这个圆挺圆的嘞。肯定啊。饼干。不是。巧克力饼干，披萨。不是，两个字。这是一盘吃的。饺子。对。
一盘吃的，一盘饺子啊！我要画一个没有人能猜得出来的，我再开手机看一下，看好。飞行棋，五子棋，数独。东北的那种炕，不是。烧烤架，不是。围棋，是啥嘛？你为什么把自己搞成这样？你疯了，这个主播疯了。我画的是马赛克。完了！哎呦，这完了！我的直播技术实在是太粗俗了，不好意思啊，让你们看到这一幕。三个字，什么鸡巴？画的挺像的呀。水龙头？不是。迫击炮？潜水艇？不是，三个字。熨斗，电熨斗。不是，这个这么好猜，你们看不出来吗？电子产品。电吹风。不是，电吹风要这么一大坨干嘛嘛？吸尘器。不是。摄像头。对。你他妈在画我的这个是吧？哎，是吧？两个字，人哦，女人，鼻孔，侧脸，牙齿，下巴，脖子，秃毛，眼睛，眉毛，鼻毛，睫毛，两个字，不对，不对，下巴。他怎么这么多毛整的鼻子？因为你不要让我在这个时候停下来。他怎么在鼻子上长了这么多根毛啊？看着好奇怪。外星人？不是。啥嘛？是你？口气、口臭、接吻。亲嘴，亲嘴，他好像在吃蜡笔小新哦，你看他这个脸，蜡笔小新长大了谈恋爱了。我会画蜡笔小新的，我给你看，我画的蜡笔小新哈，比蜡笔小新还像蜡笔小新。你首先，你先画他的头，怎么是波浪脸？他好像长了一个狗尾巴。这他妈是比了个耶，这他妈是耶，主要是这鼠标不好操作，哎呀，大概是这个样子就行了。怎么样，我画的蜡笔小新还可以哈？哎，你画个我给我看看吧，认真的画，不是搞笑的，不整我。那你不要对我笑，没有节目效果的哈。好，就这样吧，我是认真画的，但是看你今天的头发对不对？你今天的眉毛，你看又淡又细，像的吗？哎，你又高又挺的鼻子，像的吗？我们分开看，我们不要把它结合在一起，你。又大又圆的眼睛，你的眼睫毛像不像？哎，看你的嘴巴又性感，一会脏一会不脏的，你就是看嘛，就是这种。然后你看挺好看的嘛，是不是嘛？你分开来看嘛。我的五官就不应该长在一起了吗？不是。